各位同学请就坐，咱一分钟以后开始上课。各位同学请就坐，咱一分钟以后开始上课。各位同学，我今麦开始上课，请大家起立。起来，大家请坐。各位同学，各位同志，大家午安，大家好。时间过得真紧吼，搁再两点钟过以后，咱就要转去啊。哎，迄只迄个大游览巴士上赛。啊！啊，你有跟他讲吗？他说怎么样？哦，我本来是说哈，啊那啊那抓一塞几架来上课，开几架一万八十来，你听嘛？我来要等高阳，干脆高阳聚会都拢上车，载一载等于就好啊，对不对？啊，但是伊讲伊要去给要给人呀，好、哦、要给人。啊，无我带就对了，啊，这带你家人会使坐就对了。我、哦、这头一摆呢，一个人开一只车，讲遐大只，我带一条，我讲哦，哇、哦啊，开一只车这尼啊大只，迄只，我想讲可能是内底吼，坐到慢慢慢的，大家拢坐一只车来。那你初级班吼，哎，搁在两点钟久呢，啊，外科的部分就要结束，我搁在一摆个甲当各位强调。初级班去读的物件是啥物物件？两点尔呢，足简单的两点。第一点，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占领不得移转主权。第二点，流亡政府袂使就地合法，啊、哦，两点尔。当然啦，哈、哦，这个有真侪人在讲哦，啊，这国际法，啊，啥物叫国际法？国际就所有的国家拢爱承认的法律，唔才叫国际法，对不对？是无唔对啦。但是呢，最近你甲看这个世界转变。希拉瑞也好，吼、哦，伫去年十月三十，伫海南岛，伊讲哦，太平洋这个地区所有的国家哦，都要遵守国际法来解决这个领土的问题，还是迄个南海的问题。希拉瑞安尼讲，奥巴马嘛咧讲，起码含习近平伊嘛咧讲，伊嘛讲吼，要用国际法。所以愈来愈清楚，就讲这個全世界吼、哦，大家拢来会当讲，尤其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前人讲国际法无得解决的时阵哦，这个、世界一定会大乱，会战争。所以你应该想看卖啊，你个人做一个猜测啦。中国甲日本会战争无？恁认为讲会战争的两家去玩看？会战争的，啊未战争的家去玩看？啊对啦，其实你拢知影嘛。啊，所以那安尼报道一下，你有啥物好好通恐怖的？未战争嘛？啊，实际上嘛未战争啦，因为。双方的武力差伤化，中国实际上伊的军事武力啊，即嘛是全世界来算啊，二十四名，但是碰方，伊家己报纸写讲伊第二名，啊，你第二名照对按按真强嘛，其实呢，无可能啦。未战争，按来未战争，过来就怎样用啥？用国际法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即嘛，尤其是日本人吼。日本人因为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后啊，他们讲伊个胆拢无去啊。我常咧笑日本人，你已经拢无胆，因为因对这个战争啊非常的厌恶。他拄啊呢，咱的这个咱开迄个做中央决策委员会时呐，咱的驻日代表河村先生，河村代表，伊伫日本哦、啊，伊讲甲日本人讲话哦，有一个结论，因讲啥？因为日本人讲哦，阮台湾人是日本天皇的臣民、臣民，
迄日本人讲哈哈大笑了，哪有可能？哪有可能？我跟你讲，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的诏书啊，这日本人啊几乎没有见过，毋捌看。当然啦，以前含即马无共啊，即马是网络世界拢有，即马你若网络一个点位，要看啥物嘛有。所以1945年4月7日时阵啊，日本天皇投降伫1945年8月15日，相差4个月。所以有真侪日本人唔知啊，第二代国家唔知。所以咱个和村代表、驻日代表啊，甲只日本人坐落来，摕物件好看，摕证明好看，讲看看以后问遐日本人，啊恁感觉安怎？遐日本人啊，恍然大悟。啊，有影呢！日本人是日本天皇的国库民国民，但是台湾人到今日为止，还阁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即马渐渐，日本人开始知影。啊，日本人知影以后会安怎？对，影响到日本的政策，包括什么政策？日本的安倍晋三首相，伊要改变日本的宪法，所以我要甲咱所有的咱这学员，咱这同心讲，我相信咱上课的时阵，有的讲师就捌甲你讲，台湾即马是无政府咧甲你通知啊，即马甲你通知是啥物？媒体，媒体咧甲你通知，你要相信无？媒体若讲啥，你就讲对；媒体若无讲啥，你就讲唔对。来，我讲一个咧，恁大家听好未啊？有一个人一天赚5000块，安尼一个月伊赚偌济？伊拢无要休困，安尼一个月赚偌济？15万。你认为讲伊即马一个月当赚15万是真济人举手？啊，伊拢无人举手，15万呢？一个月赚15万无济啊？啊好，啊无15万啊无济，迄个真少会举手？应该是无啦，15万奈无济，是不是？啊，15万有济无？非常的济。故事若甲编落去，都无共款啊！安那编，有一个老太太，60、70岁，伊后生拢不爱插伊。这老太太逐天伫卖迄个玉兰花，一天赚5000块。这老太太好可怜哦！因为迄个三个囝，有的是拢白痴，啊，有的是无法度工作。啊，这老太太是不是很可怜？这个家庭是不是很可怜？各位，我头先讲这两个故事呢，头先的故事，对整个的代志，甲浓缩出来。有一个人一个月赚5000块，一年一天会当赚5000，啊，一个月就赚15万。啊，一个甲媒体甲加上一个秘书伫内底，真老，真可怜。后生不好，查某囝不好，迄边个家庭吼，咱台湾人个同情心就出来。我讲是希望你经过你个头壳去想看卖啊。即嘛是媒体去统治台湾人呢，媒体人甲你讲安尼，啊你就安尼；媒体人讲安尼，你就安尼。各位，咱也较巧个，真正也较巧个，所以媒体有人。有人跟你讲，一寡独派跟你讲，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啊，你今日敢来算你真好胆呢？无定你我想我要来学这个诈骗的功夫啦。一个单位无跟你募款，无跟你扣钱，会讲诈骗集团。一个单位拢讲法律，用法律来告美国，要争取咱台湾人的生路。讲这诈骗集团，颠倒话倒转来，一天到晚在你面前、面头前，跟你喊台湾独立、台湾主权独立，你敢相信？李登辉13年的总统，陈水扁8年的总统，连续的呢21当，21当，你台湾人家己做中华民国总统，你台湾的地位有进步无？无嘛，你也要想无？你不要想嘛？即讲咱什么代志？你知影？
火星看到外口真亮，很光亮，伊想要撞出去，但是头前有一块玻璃啦，玻璃看会到无？看袂到，足拍拼，砰，去弄到，袂当过。伊讲我无够拍拼，搁一摆，砰，搁袂过。伊无够合作，搁来搁弄，你弄到死，你都袂过。这就是很出是咱台湾的地位啦。伊都袂晓讲吼，甲转一个弯，为外口迄个无玻璃所在，安尼射过去，伊都袂晓啊。安尼你讲，迄有推阿面无？各位，你卖笑，咱真正是拢推阿面啊。21年，甲你讲台湾都要独立，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所以足夭寿。甲你讲，你叫做中华民国。我都已经跟你讲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轰炸台湾的是什么人？是美国。美国是台湾人迄个时阵的敌人。美国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国。美国若是台湾人的敌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人的敌人啊。这逻辑嘛，很简单的逻辑嘛。台湾人想无？不要想。你讲可怜无？台湾。话这多年，讲台湾是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个字甲看起来真爽。但是呢，实际上台湾敢是台湾人的台湾？唔对呢。台湾的这个主权伫什么人的手头？会当控制主张这个土地，会当挂予人，会当租予人。你的厝，你有权利甲租，你有权利甲买，你唔只有这顶厝的主权。你台湾人有这块土的主权了没有呢？什么人有？日本的天皇，日本的天皇摕着台湾这块主权为得来，为大清的皇帝，大清的皇帝可以损失一半了呢。伊用政府的手段，在1905年开国际会议，判断讲高沙族不是一个国家的形式，是一个部落的形式。伊用警察。用军队，1905年到1915年，用10年的时间，将全台湾统统给征服。征服是好听啦，其实啥，打赢打败了高沙族啦。所谓台湾人，包括高沙族，臣服于日本天皇，所以建立了台湾的主权。48年来，到1915年，真正建立台湾主权的是日本天皇。所以主人有这块土地所有权、主权，但是咱台湾人有真多，尤其是一挂政治人物，伊拢用感情的方式来你讲台湾的问题。你若用感情的方式来讲台湾的问题，我跟你讲，讲100年、讲2000年、讲到死，你都无法度。以色列在6日战争的时候，伊占领到。加沙走廊38年以后啊，搬出去是安怎？因为全世界美国、英国甲讲，加沙走廊是你共占领的，你应该搬出去。伫基于国际的政治形态下，加沙走廊内底有人无？有人，有土地无？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啊有土地，伊个外交权，安尼敢是一个国家？唔是呢，蒙特维多内底所讲的无甲你讲占领的情形，所以蒙特维多讲四项物件若有具备，就被称为国家：人民、土地、外交权，加这个也做，这个也做啊政府。看咱台湾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唔是咱台湾人民的，是日本天皇的。所以美国讲你不能独立。你袂当用主权的这个、迄个做公道啊，来决定台湾，把人的土地你敢决定？敢那未输亲像开罗宣言，伊三个国家讲要决定讲台湾啊战败以后要甲予中华民国，那会使？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就足清楚。不过迄个时阵，1943年12月初3的时阵，这个土地还阁是殖民地。日本天皇还没将这块土地变作神圣不可分割，因为变作神圣不可分割是1945年的4月1号，
要个相差要到两年，所以两年以后，这块土地主人未当来挂好任何国家。他们讲，拄啊开始咧研究的时阵，我也犯了错误。我迄当阵是就是讲，要个是殖民地，到落尾啊，这个诏书伫藏伫我头前的时阵哦，我就讲，我们研究的地方错了。是神圣不可分割，神圣不可分割。国际法有讲，占领未使移转主权，足清楚的。所以不管咱什么人甲你占领，所以中国伊即摆嘛足清楚的。咱定你讲话，占领未当移转主权，你就是中国拍过来台湾，互你台湾叫占领，免烦恼，伊嘛爱离开。文莱就是安尼啊，文莱独立前啊，嘛是共款啊。印尼就是讲，原来伊占领会变成伊个咧，无法度啊！国际法的咧，有这个国际法保护了我们台湾，保护了台湾人民。咱台湾人民都爱较巧，爱用这个法律来向全世界来讲话。你若不要用法律来讲话，敢若民间讲这间厝都是你的，你无法度用法律来惩处。你要用阿爸，无可能。当法院判决讲这间厝是你的，你若用警察、用军队来甲包起来，嘛是同款。所以我伫这个所在吼，甲咱讲一讲，法律这个物件是咱台湾唯一的生路。有人讲台湾关系法是台湾的生路 ，No。台湾关系法内底讲的英文是 The People on Taiwan。尤其是台湾关系法的十五条，伊讲啥？台湾 authority 就是台湾管理法，占领台湾、现主持台湾这个政府的控制，这个台湾的所在叫做台湾 authority， 或者是后摆要来接这个台湾 authority 的政权，这个政权就是啥？就是叫建政法，由人民当地人民家己组成的政府，台湾 civil government。咱这个政权，咱这个政府，就是要来接管台湾 authority， 所以咱台湾民政府是要向美国军事政府接政权，唔是要向中华民国接政权。中华民国跟咱无关呢。中华民国今日伊是代替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唔是讲有权利，伊无权利啊。所以你也看哈，即摆。马英九因这个集团，中国国民党的集团，伊嘛开始知影，所以伊即摆尽量不爱用中华民国，你甲注意看。除了讲要骗台湾人，伊才用中华民国。啊，那对全世界，伊不爱用中华民国，是安怎？伊知影呐，用中华民国这四字啊，伊无可能伫咱台湾这块土地继续在生存，伊爱离开。我有讲过啊，变为。有两边，诶，这个叫做阿帕奇，迄个叫做直升机。中华民国买30架，开594亿，一架平均呢变到20亿。你想一架直升机20亿，你要相信吗？普通的商业用的直升机一架2000万落吞啊呢，啊，伊阿帕奇会当用。20亿买，和你老弟狂金咩啦，都免20亿。更何况阿帕奇，伊个武器的装备，无拢通完全呢。当然啦，你要保护台湾这块土地啊，你无军队啊嘛，对不对？所以即摆用阿帕奇，阿帕奇唔是讲马英九要用的，是美国甲中华民国讲。你袂当征，你不能征兵啦！啊，袂当征兵，啊，变啦，用阿帕奇，阿帕奇直接对这个啊，就哪阵可要用坦克车来登陆啊？一架阿帕奇会当对付遐个直升机，哎、欸，对付一架直升机啊，会当对付遐个坦克，所以唔免军队啊啦！啊，本来嘛无军队，你想看咩啊？现在是中华民国的军法取消。军法出现什么意思？
敢那比如加迄个国家内底宪法取消去同款啊？一个国家若无宪法，迄敢是国家？不是啦。一个军队若无军法，敢是军队？不是啦。咱台湾民政府强烈的要求，2006年10月2日，甲美国一直甲要求，你袂当伫台湾征兵。我是予你占领的一个老百姓而已，你不能征兵啊！哪有人讲我去做兵，替我敌对的国家来服兵役？咱安尼甲讲，美国人美国吼，他咪讲，他是伊是较清楚啦。咱讲的若有理，美国就会听啦。你若讲的无理，伊就不爱甲你听。那咱即马讲的每一句话，拢有插到伊的核心啦。所以他现在不敢征兵了。所以去有一个 PE3 是什么？那个反潜飞机啊，中华民国买15架，那价钱嘛拢贵死人啊。但是 PE3 足趣味的呢，塞飞机的是美国人，内底操作人员是美国人，这张呢？那个二五啊，飞来是屏东，但是屏东呢，伊不爱和你翕相。哎呀，记者嘛，感觉真奇怪。那奇怪，美国人交美国人，那中华民国接什么物件？一个小小的台湾，爱15架的这款的飞机，各位，这种是很有问题的。啊，这飞机不是这嘛，和你呢，小布希做总统的时候批准的呢。迄当阵交的呢，即马交有新呢？无呢？现在都没有新的呢。所以有人咧讲，中华民国后摆无军队咩啊？你免烦恼啊！中华民国无军队，什么人有军队？美国啊！你美国爱当来占呢？你甲军事政府你也甲占领？你占领，我欢喜和你占吗？我当时嘛要甲你美国要求，你政权爱还我台湾民政府啊！我台湾人要来管家己台湾人，安尼对不对？啊，唔派手。啊，甲恁讲几下摆啊，恁拢无，恁嘛，还佫没有那个逻辑感呢。啊，这个美国，你甲你看，我都甲你讲真诚，我若讲对，你来甲派手，敢不是？表示讲你有赞成啊，对。欸，恁嘛，敢那拢够听啦？我看看，笔记也无几下去写啦。刚刚每次你听我讲故事，迄款型，啊，讲故事嘛无要紧啦。希望你的故事哦，等于找爱讲给别人听，安尼会使无？哎，安尼革命有轻有简单无？用一支嘴在革命，全世界无这款用嘴革命的啦，对不对？你用一支嘴，啊，真正后摆讲咱哪能成功的时阵，大家讲啊，不能用一支嘴个，就中华民国引导啊，真正中华民国引导的呢。啊，无你也想看咩？咱的迄个何春代表甲日本人讲，因为我若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啊，中华民国较有可能温存咱台湾这个诈骗集团直接伫生存。哎，诈骗集团老早首脑爱抓起来呢，我算首脑呢，秘书长算是首脑之一啦，对不对？我乃甲即摆还阁好势好势呢，要减肥就减肥。要变好大块了，变好大块，拢是。我都定了嘛，你讲哈，台湾民政府唔是假，你免烦恼，绝对唔是假，会行啦，你爱相信啦，安尼好冇？好。1945年的10月25日，中华民国甲你宣布讲，这是台湾光复节。足奇怪，明基都建书，建书的人跟我讲讲这啦。那建书呢？到即马为止，要搁认为讲咱建人，请你举手。啊，那建书的举手，然后安尼算有甘愿啊啦。你都爱甘愿，我建书都爱甘愿。哎，建书唔是建设的代志呢，咱嘛无见到。迄当阵哦，关东军啊。日本为了要抵抗这个美军啊，关东军两师上届用的，为东北啊调来这个台湾，
伊是讲拍算讲哦，你若美国来攻台湾的时候哦，这两输要甲拼。啊，但美国嘛真巧呢，伊吼能够柿子挑软就吃了。而且奥克纳瓦对琉球啊，较嫩、较水嘛，啊，台湾较大嘛，较甜嘛。所以伫迄个时阵，台湾还袂熟，伊就去攻迄个啥琉球啊。所以1945年四月初一，拄啊好伫台湾实施宪法迄一天。奥克纳瓦美国派两三千只的这个军舰嘛，甲包围，去甲拍。奥克纳瓦甲台湾迄阵叫做第十方面军呐、啊，第十方面军呐、啊，第十方面军的司令什么人？安藤利吉，对台湾的总督，最后的几年的总督，十九年的总督，以统领这两个所在。安藤利吉。十方面军的这个琉球啊，当然啦、啊，美国所有力量在这个琉球的所在，但是，伊攻打差不多两三天的，到第三天的时阵呢，琉球的防卫司令啊，打一个电报，最后的电报，和安藤利吉，伊讲我们决定全军啊欲退的牙甲脆去啊，对啥？要见到死为止的。欸，我跟你讲哦，所以这个安藤利吉，他当然他那个苏联啊，在那个琉球啊，那苏联啊，最后要死以前啊，写一张批，这张批后来有公布哦，跟全日本的人讲，哪有一天琉球又给我们日本人拿到回来，我们所有日本人对琉球的人啊，要非常的尊敬，因为琉球为着琉球人啊，为着这个大日本帝国啊，全体战死。你慢看影片啊，足侪学生囡仔查某的，无要投降，跳崖，一个跳。你唔通叫是讲伊真简单呢？要自杀嘛，爱有迄个勇气呢。当然，台湾人即摆不哩有勇气啦。即摆自杀拢是台湾人啦。你甲看。你现准是台湾内底，即中国人有人伫自杀无？我真少看的。伫捡二纸的，拢是咱本土台湾人呢。你敢捌看到中国人伫捡二纸？无呢？中国人即摆咧创啥？牵狗，伫公园伫踅呢，四界放屎。狗牵牵呢，伊阁等于中国去娶一个查某，好少年。啊！伊若翘起，咱迄个对伊个中国太太，伊个薪水一半都还继续去饲呢。各位，这敢有公平？老年年金，台湾三千六千领袂到呢。即中国个退伍个，所谓的老吴啊，一万六千块，阁有厝好大，这敢有公平？当年。保护台湾的不是因呢，是美国的第七舰队在保护台湾的呢。所以我咧跟你讲啊，咱台湾人是一点足未清楚，就头脑未清楚了。明明这个土地是予美国来代，即中华民国来代替美国来占领台湾，你把伊当作同胞，伊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同胞。中国为以前到即马为止，到今日为止，看袂起你台湾人。你若是人才，百般的压制。你甲看，我讲一个足明显的，演艺界啊，就是演戏的啦。这是真好谈的。你甲看演艺界，凊彩的节目，伊若一集起来，拢领几啊万。一点钟，我领几啊千块，几啊万块，不是几啊千，几啊万块呢？好赚的都无通钓你台湾人呢。台湾人，那洗了烟斗的，较落的，很漂亮的，伊就给你打压，不爱让你出来。查某嘛同款啊。伊认为讲你台湾人拢无水啦，伊也叫水啦。机会即卖水要靠啥？密斯佛陀就好啊。所以你要知道，媒体
即马差不多90%以上拢已占掉的，好的频道拢已占掉的。你有几个人？讲起足简单了，咱台湾民政府甲伊讲，我甲你买时间，伊甲你问讲，你要叫谁来主持？林志兴，哼 ，no， 较侪钱伊来做你啊。我相信，若讲媒体做予咱，免三个月，若无变，我随在你，哎、啊，对不对？咱今日都较可怜呢，啊，逐礼拜都伫训练啊，安尼嘛对啦。因为台湾人啊，头脑无好，无好啥啦？68年的奴役的教育，予咱台湾人转袂过来，逻辑观念拢无。我讲逻辑观念拢无啊，唔是我咧胡白讲呢。我头到我甲咱讲过一讲过，类似于台湾是台湾人个台湾，即种个你听了，差不多哪去上课哦？逐期拢同款啊，咱初级班的时阵差不多80%拢人举手啦。那唔是即台湾都台湾人个台湾啊？啊，但是我甲你问讲，啊，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个人个，你都歹举手啊？这两个逻辑你转袂过。台湾人就是台湾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台湾人绝对不是中国人。你嘛听袂清楚啊！之前啊，小学的时阵，你读个学校内底，给你挂两条，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边过来一下子，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从细汉的时阵。头脑就是甲你管，就甲你管。我有当想想啊吼，颠倒读册读较少的，较爱台湾；读册读较济，拢无你爱台湾。你要信无？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你现准时读较朴书、世书，遐个人后摆民政府暂时歹甲你用。你历史爱重读，你无重读历史，你读较未清楚啊。要去懂中国思想啊！你是咱，咱台湾民政府，你感觉讲我学员即食饭，甲非学员食饭，敢那无同款？你会感觉无？你有看无？有同款啊？无同款？同款的你举手，无同款的举手。呀，你观察力才差呢，好吗？阮都伫迄个咖啡厅，你食恁无看吗？啊，阮食的菜，甲恁食的菜，敢有同款？有同款，有同款的举手。我观察你有够低呢，阮食的菜是一个菜按两个青菜尔呢，啊，阮食的青菜是啥物青菜？拢用烫的，拢用沙的啦，不管啥物菜拢用沙的尔，绝对无炒啦。啊，你讲啊，你用油炒，是变敢毒死哦？我跟你讲。咱的会员，我甲大家讲，但是我唔敢讲哦，恁的无炒的时阵吼，因为若无用油来炒吼，迄袂水嘛，对不对？咱南部人你讲的，足侪南部人去种菜拢种两捆，较歹的迄捆家己食，较水的拢袂哩，台北人拢头袂死，水的袂哩啊。人日本人是安那，好的伊家己捞起来，无好的第二流、第三流，则去搞外销。台湾人看老公就好，好诶，无你家己食，较紧送互外国人去食，互台北人食。不过恁即摆拢用迄个农药就影啦，台北即摆洗身有够济。实在讲啊，我若看到迄个油香，我是拿咱之前啊，之前啊枪毙，我无甲你骗。花生油没有花生，辣椒油没有辣椒，全台湾竟然有100多种的果汁。啊，无生产几种的果，迄、那个水果，哎、啊，果汁为谁来？人家学读册嘛，用化学的嘛，迄、那个豆，迄、那个皮，迄、那个皮配配，互你食，食到欢喜噶。真侪果汁的头家啊，因家出产的果汁无要食啦，啥人无要食？唔敢食。我讲讲实在呢，我有嘛有朋友呢，以前伫胡伦社，讲伊伫开什么什么啊，做什么汽水店，什么碗糕店。啊！恁讲一个讲，哎、欸，啊！你都不爱摕来请，嗯，啊，摕互你食，互你食，啊！你若家己不爱食，
我们这大姐吼，身份干那怪怪。你伫卖这个物件，我伫你甲讲身份怪怪，你来看麦啊。所以呢，咱即马伫这个所在啊，那咱非学员哦，算讲食较省啦，拢拢用筛。我甲厨房讲拢用筛，你袂当甲煎，袂当甲用菜。啊筛啊无咸，无臭，无啥物味变嘛，真简单嘛。咱拢一定有一样主菜嘛，啊主菜拢是用炖的，啊、哦、用炖的。用酱油啦，吼、哦，安尼落去炖，吼、哦，恁食鸡脚，哎，咪即个猪脚，啊，炖的无有较咸嘛，对不对？啊，较咸才来浇即个菜，啊，阮食呢，阮豆嘛真健康呢，啊，你食了有好无？有好好个牙齿，啊、哦，拢食了食好，对啦，啊、我拢欠无恁食呢，其实唔是啦，其实是吼，恁的头脑还袂甲你改变的以前哦，咱唔敢讲，互恁食伤简单啦。你讲诶，啊，阮高级呢，啊，食遮歹，对不对？所以呢，咱咧有先生讲，我咧袂使，啊，大家拢食足好诶，啊，阮嘛无食偌歹呢，阮是食较营养啦，啊，用水煮，我只是甲各位鼓励咧，后摆恁兜吼，少用油啦，安尼活较久啦，安尼好冇？啊，过来！但是我要甲咱所谓这个啊，做农民哦，爱讲农民呢，你要好好去种植。有一天，台湾民众的执政以后，会奖励农民，和你种的物件，绝对政府给你买。啊，政府买安怎？替你买嘛，对不对？这真简单的代志嘛，未讲甚至嘛，中华民国伊都无将咱当作伊的人啊。后咱农民种种的，拢倒咧海内底，还是倒咧迄沟仔内底，因为太多了，是啊，就足无太人的命。所以我爱讲就讲吼，你以后若拄着选举，你爱怎样讲吼？唔是讲选举对咱台湾都有好处呢。即摆选举，我都问过互恁听过，大家讲老实话啊，你要摕三千的、五千的，还是讲一千、五百，足济人啊。啊，这款选举够标准、够公平，无嘛？啊，候选人每一票有30块，他摕政党搁摕50块，你叫伊卖选，绝对无可能嘛！来，咱来看一段我写的文章，就是台湾短评第七篇发出来。这台湾短评第七篇是你讲啥物物件？各位你爱知影吼？你等于以后啊，你等于以后一定爱去每一天。拢爱去台湾民政府官网去看，好唔好？好，好，牙齿，无影巴肚疼，我先跟你讲哦。你用牙齿哦，来，你甲看这篇，中国国民党上界惊这种的言论呐、啊。李晓峰教授啊，这大家拢知啊，足够写一挂专栏的。伊呢，我讲哦，你完全错了，而且错得离谱。伊无定讲你做中国国民党的教授，伤过了久啊。已经唔知道对与错的分别在哪里。我讲李小王跟讲咱所有人同款啦，那已经有阵啊都唔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了。我跟你讲了，你就会清楚啊。首先，你的声音，你是本土台湾人，唔是中国人。你这样当来继续来读这个文章，因为中国国民党上界惊这种的言论。本土台湾人所以抵制中华民国体制内底选举啊。这是要拯救本土台湾人上界有效、上紧的方法捷径啊！卖选举就会当拯救台湾人，你想无呢？我甲你讲，理由互你听。所谓的长痛不如短痛啊，唔免流血，万免牺牲生命的方法，会死的是中国的市民政权，唔是台湾。卖选举是死中国的市民政权，唔是死咱啊！台湾未死，但中国的市民政权会死。这是一个不具有正当性，而且由中国国民党全面执政，会让其恢复其外来占领政权的本来面目。因为这样的选举结果，会提供给美国啊出手来终结伊的代理占领日本台湾的正当性。因为台湾的投票率，那伫降到50%以下，
美国你都要出来，我台湾人无爱接受这个政权，你美国要出来，你当时用美国的军迄、那个军舰啊，改载来台湾啊，歹势，你也改载都等于，你若要载嘛，载较好诶，啊那载一寡当兵当，啊穿啊破哩迄个破哩破衫，诶人来台湾，迄接受台湾迄当时安尼呢，因唔敢来呢，美国的军舰到位。因当日本兵啊，徛到伫迄个啊做码头啊，伊唔敢落船呢。哇！啊，日本兵哪样歹，唔敢呢？是美国伫后壁尻川尾甲踢一日落呢。啊，来讲看就讲呢，啊，即讲打胜仗的中国人啊，我会记得印象有够深。台湾人为着要共扑尻川尾啊，扑中国的尻川尾啊，挂伫迄个码头的边外，中国没有机会挂电刀。你看。对台湾人偌尼啊大个讽刺，甚至你有看到新闻嘛？唔是新闻呐、啊，迄当二二八个家属毛讲啊，人伊来看咱台湾迄当伊有水道水啊呢？哎呀，边啊一个看讲，哎、欸、啊你有水道水，遮尼啊方便，啊即去对买，啊落去干妈店买就有啊。五金店去买一个水道水，等于讲因家边嘛甲弄嘞，啊来无水，哎、欸、这属实呢，这唔是假的呢。啊！即等于迄个五金行，讲要共拍呢。啊！你甲我骗，啊！我乃是安尼无水着水，恁兜个哪有水着水？那推下面推到即款呢？咱个水准是比因悬足侪呢。你来知影吼？伫1940年个时阵啊，咱台湾嘛有办一个啊，1935年个时阵啊，咱就已经办一个博览会，世界博览会。迄当阵就知影讲台湾的水准看甲因看差了很多，所以一个文化水准真高呢，去予文化真低人来统治，安尼看台湾人偌痛苦，啊台湾人适应性真高呐，热脸拢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啦。你遮嘛有讲真侪拢过做公务人员呢？你少年时你甲想看咩？升官拢是中国人才会当升，你拢无多升呢？补偿拢是中国人当补偿啦，我讲一个例好你啊，马英九甲我是同年啊，我读建中诶啦，我是考入面诶，考几波考到要死，尻川尾往讲几下才高调诶呢，那马英九是免考呢，啊伊嘛读建中呢，迄当阵我印象足深诶啦，我入去建中诶时阵，头一工入去奇怪，放榜诶时阵是900几个人。变做24班，一班50个，我较好算，较饭桶嘛也好算，24班，50个一班，1200个，啊，但录取才900几个，出现是啥物人？补上诶，啊？迄当阵有补上，我读到高一啊，我才知影讲有补上诶，我奇怪呢，啊，阮像大同是第一志愿诶呢，小学毕业第一志愿大同诶。阮都拢无人补偿，你哪会当补偿？因为你知影吼，读建中的时阵、入面的时阵，头一工伊呾互相来问学分呐，迄、那个考几分呐、啊？那臭屁者，你考几分？你考几分？奇怪，他偏偏就两三个不爱讲啊，四都不爱讲呢。啊，当然啦，过两礼拜以后，大家变朋友以后啊，伊才甲你讲啊。啊，你考了考几分呐、啊？我甲你讲，你唔通讲哦。我无考啦，哎，啊，你无考，你哪会当入来？我是保送的，啊，保送，马英九就是保送的，所以马英九是不要读书的人呢。高一三科无及格，三科若无及格就安啦，要落地。我讲的我负责啊，数学48分，含补考都袂使。因老爸迄当阵是中国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的主委啊。唔知安怎讲，四个讲讲，伊升起咧。所以伊伫到高三的时阵啊，伊唔敢读自然组啦，伊读文组。我唔是讲读文组讲无好哈、啊，阮迄当阵啊，24班内底啊，读文组的2班啊，一班侨生，一班本地的，伊是三名18班的嘛。啊好，互你升起咧，你不要读册，互你读文组的。阿妈考大啦，大家讲伊考了台大法律系啦，对不对？你知唔知道？
你知唔知？知会举手，啊唔知会举手。好，你唔知，我即马甲你讲啊。台大法律系啊，哦，足够对不对？无影，伊考几分？伊考条淡江，国家分。台大法律系，伊去改台大法律系的学生囡仔，敢有一个人考无条中华民国律师的资格？什么人？你拢无逻辑啊！我跟你讲，伊袂晓读册啊！啊，一个人无条，一个人读法律系袂当考条律师，啊，跟你问什么人？啊，你讲袂出来。对嘛？啊，你有要逻辑啦，逻辑啦。高一都要落地啊，数学四十八分，无怪伊伫你台湾啊，伫你土土土。因为经济吼，拢袂晓嘛。啊，你要去读哈佛对不对？你唔通继续讲哈佛是爱考试呢？哈佛足简单嘞，恁老爸若有钱啊，摕50万美金甲捐予哈佛，讲阮后生要去读会使哩无？伊甲你拍手欢迎。等下啦，你伫拍手啥？我甲你讲拍手欢迎，啥物你拍手？哦，你要摕50万去捐就对啦。安尼人伊去哈佛读册呢，做职业学生呢，哈佛读册。全哈佛敢若一个人无调美国律师执照，名叫做，哎、啊，你即马较巧啊！咱即款一流的人才，何以款三流的来去通知？啊，你讲台湾会好啊，会歹？你家己想，绝对妥妥妥的嘛，对不对？對咱凊彩一个人都比较高。你也看，做四年以后，做到台湾2266，有无？现在听说几十万箱也要给他不是送他肯去给他这是很错的笑亏啊你们待有去当时有算了马英九的举手老是举手老是举手一个而已跟一个人老是而已其他都没有、啊、他的票都假789万的票都假我跟你说来白手起起摸你的良心你当查后卖去的举手，安尼尔卖假啊！恁这吼足未老实的，我跟你讲，真正足无老实的啦！啊，那无伊的票，那有789万票，尤其那查某无登号，拢真少啦！我跟你讲，因为伊迄当阵哦，人家统计起来讲哦，奇怪卖去那这个票，人讲哦，查某拢登号伊，好啦，恁拢无啦，恁拢无啦。拢无啦，拢无啦，伊个票唔知为着来，我唔知影啦，拢无啦。变做咱即摆现住是即个社会上，拢选领导选水个呢。我建议我的小妹林志玲出来选。小太太，林志玲唔是我的小妹。嘛唔是远亲，拢无，啥物亲都无。都多阿名，我林志深爱林志玲。啊你娘！哎、欸，那讲要选水的选领导，就是即马呢啦。选着啥？马英九。真正是这个人是真不要读书，咱讲是天良话，他真的是不会呢。哎、欸，真厉害哦！一做总统以后，伊个开放高中哦，都爱给中国人来读。我咧想相信啊，伊开始制造马英九啊。去建中去读大学，搁甲你报上台大，搁去哈佛，顺这条线落去。啊，媒体搁甲你讲，嚯、哦，迄人足够读册，啊，头脑真好，我哥咧，啊，出来搁做总统，台湾人永久来做奴隶，大家拢趁钱趁到要死呢，大家拢捧到把拢乌乌乌啊，对不对？拢在捧钱，对不对？啊，你有趁什么钱？你即摆趁的钱有比以前较侪举手？看看这哦，啊！你做什么物件？那还好看，我也要来做，做啥？做建筑，做娱乐。哦，做建筑，哎，你唔能用迄铁筋，用迄铝条。做建筑有通赚遐济，嘿，无简单呢。啊，咱大家开始来做建筑，你看完啦？讲笑啦，当然爱看时机啦，吼。啊，这建筑啊，最近好是无唔对啦，因为吼。他开始操兵房地产嘛，
愈炒愈贵嘛。即马要买厝拢很困难啦。但我先甲各位先讲，台湾民众的执政，我甲你保证，房地产会大落。这大落唔是讲无支持台湾民政府，大落是现就是全台湾260,000户的空户。咱有一个政策，你唔知会记得无？17、18岁以上的查甫甲查某，咱民政府要免费配当给伊一间厝，这是咱的对未来执政以后的环境会甲各位讲的。当然，这我是高级班才会讲较清楚啦。啊，过来呢，执政的时阵东部、东部啊，花莲、台东这边啊。绝对伫两年内底，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高铁啊，要甲起起来，要甲连起来。开较侪钱都要开，是安怎？伊应该连起来，全台湾一日游，交通大家拢足方便呢。后摆你就免讲，你住台北就较敖，阮住伫花莲就无好，拢同款。迄当阵哦，我甲你讲，大家拢想要去住花莲、台东啊你坐地拢嘛同款啊，高铁一个买去一点半工内，你拢到任何一个所在啊，唔较对，对不对？啊，不然像咱前主席这款，那有方便，足无方便的。咱的交通，咱的政策，尤其咱的教育，爱彻底改变。高沙族爱好高沙族的人保持伊的文化，人伊高沙。本来有土地爱行人，我捌去台中的时阵咱高山的同胞啊，甲我讲啊，你们平地人啊，因平地人讲啊，摆烂，我们这里歹人啦，但是讲摆烂啊，歹人就对了，叫咱台湾平地人叫做摆烂，歹人啊，这歹人啊，讲卖一支针呐，改换七亩的土地了。啊，有一个理由呢，我请十几个人哦，日夜不停的磨那个尖呢。当然，我要卖你很贵啊。这是啥？没有尝试、没有学问的人的悲哀了。所以，咱后摆要教育要平等。本来日本时代有120万的人口的高山族，即马剩51万尔，大家拢增加。咱平地台湾人嘛增加，中国人嘛增加，独减的是高山的，所以咱有一个政策，高山族后摆伊若高山族甲高山族结婚生一个囡仔，政府补助伊100万。你敢高山族的？无你拍手拍啥？替伊欢喜啊！安尼算袂歹，有良心啦。但是我有跟你讲过哦，这120万哦，一点到这100万补助啊，甲因的120万到达以后就无啊，都跟咱台湾人拢同款哦，啊有公平无？有啦，吼、哦，啊过去讲侵占的啦，哦讲骗的，遐土地拢爱套行人啦，安怎公平啦？台湾后摆哦，两种的刑法，一种死刑，另外一种叫做鞭刑。什么叫鞭刑？你知无？来，互你看一下图。鞭刑啊，就是像安尼啦，脚掌背白白有啊。好来，拍落要变什么形？变哪呢？我跟你讲，鞭刑啦，实施的国家啊，犯罪率很低很低的。你想看卖啊？你犯罪，政府都爱搁请人去甲你告，爱搁煮饭互你吃，爱搁起厝互你住，安尼敢会好？袂好嘛，足简单嘞，来拍拍就好啊。本来判两个月，拍一个。但你们看迄一个哦，迄一个我甲你保证，你爱多一个月哦。你有看到迄个有人去新加坡去诈骗，啊叫新加坡判一个变成的人，你会记无？迄记一个月以后，转来台湾哦，啊记者去甲翕，啊行路啊开卡紧，啊人家记者问讲，请问？你感觉如何？伊讲生不如死，
所以你若好打吼，你犯罪看卖啊。啊，你若讲互判两年，按两个月一教，按两年多二十四个月，二十四个月出来都爱拍十二个，啊，十二个边啊，一届上者拍五个就好，拍五个了等于一个月以后过来，等于是顾家己的，开家己钱去顾呢。啊，甲你差不多好啊，佫拍五个，啊，最后佫拍两个，你佫犯罪我看卖啊。你在犯罪嘛？你有赞成无？即个拍手啦！阿爸，我讲是恁家己赞成的。即马世界人权组织的抗议，我当大拢赞成啊！本来我是无爱的，我袂啦，我袂啦，袂使啦，对不对？所以变成阿爸吼，你免烦恼啦，要靠帮地产哦，要赚足侪钱，无啊啦，老实啦。希望大家人哦，认真去做生意，认真去开工厂。但你要开工厂，像迄个讲油，迄个卖油这款的吼，迄是袂使。我先跟你讲哦，这种的吼，欺骗大家人哦，这是骗两千三百万人呢。啊，那一罪一罚的话哦，哎，罚着两千三百次呢，两千三百万次呢。我讲拍到伊死都，伊还阁无法度呢。我跟你讲，啊，甚至干脆就枪毙就好啊嘛。啊，财产统统爱没收，这是足无良心的呢，各位。唔能干那油尔呢，本来是面包嘛吼，啊，即卖油对不对？这个唔知变什么物件，听讲各国换牛奶呢。啊，台湾都无遐济牛啊，啊，牛奶为着来。进口哦，进口。你若吃好，你咪牛奶为美国进口来，遐差不多啊啦。所以我甲你讲哦，你唔通叫是讲，咱直接你讲，中华民国政府拢无咧看，伊有咧看。咱若讲啥，免偌久伊就改进。你听我甲你讲，每一摆拢是安尼。就咱爱讲，伊就专门的人啊，你看咱的上课，尤其是我咧讲的这节课啊。伊拢非常的注意。中华民国，甲咱来讲啊，国民党等于是咱台湾人的敌人呢。等到共产党，共产党敢有杀台湾人啊？敢那个无呢？啊，杀台湾人是啥物人？是国民党呢？啊，所以咱台湾人的错觉是啥？反共抗俄。消灭万恶的共匪，有无？啊，国民党还阁留咧，国民党拢用伊个骗术，这真正的诈骗集团是啥？中国国民党，为头是到尾拢伫甲你骗。我有讲啊，十二月二五，伊甲你讲迄天叫啥物日子？十二月二五乃光复节，行宪纪念日啦，啥物行宪纪念日？圣诞节啦，12月25号啦，无啦，今天是行宪的，因是讲行宪纪念日啦。啊，其实迄天是叫啥？愚人节。叫骗了18年呢，台湾都无在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的范围内底呀。啊，你实施中华民国宪法。啊，台湾的宪法是当时公布的，1945年4月7日，日本交和。诶，皇帝是死的呢，行宪纪念日是4月7日呢，啊，所以12月25是愚人节呢，甲你骗啊，骗你68年啊，骗你当年都去甲庆祝啊，各位，实讲哦，骗好大呢，真正骗很大，所以我爱甲咱各位讲，你唔通是乎媒体的通知啦。因为中华民国政府无法度甲你通知，伊拢即摆用媒体咧通知，媒体若讲的，你拢相信，对不对？媒体若讲，啊，若无见无人讲，台湾民政府我都无看啊，报纸也拢无讲啊，啊，因为报纸无讲，所以咱台湾民政府都爱甲顶官来讲，爱开钱，爱广告，爱让咱台湾人知影，
所以我今麦先给你预测，12月9号，星期一，后个月啦，《自由时报》一定，我算出来，我给算出来，12月9号伊要定，12月10号，《中国时报》要定，12月11号，《联合报》伊要定，要定什么物件？定两个物件，第一，要定12月20。到二是台湾民政府的内阁，美国在一拜去日本祭拜靖国神社，甲甲日本天皇接受。我先甲各位讲，恁那后礼拜你有来上诶，你拢取得资格。我建议你，如果经济负担还可以的话，爱去，真正爱去，因为你去你会看到无同款的日本，毋是你去观光去游览。你会当看到真真正正，你的真正真面目，你台湾人的真面目。你伫12月20号到24号去日本的靖国神社，去日本的皇宫，听日本人的演讲，你就会了解讲你到底什么人。因为咱的高级班才有资格，所以真歹势，唔是讲每一个拢会使。但是你若收后礼拜高级班，你就可以。第二点，我要搁再一摆讲。2014年1月1号，迄一天，咱要办一个餐会。咱各位欢迎你来，把你的无要相信台湾民政府的朋友，给请来，请你坐游览巴士，请你吃饭，拢免钱的，好冇？好。好嘛，较大声咧。1月7日要参加的人，请你举手。好。这我袂讲你巴肚疼啦，因为你有饭好食，你不爱来你的代志啊；啊有车好坐，你不爱坐你的代志啊。那你会当叫你的朋友，哈、哦、啊，这节课要讲到这就好，因为等下呢，议长啊要做一个迄个闭幕的迄个结业部分，要讲下整个的重点。伫高级班，我要上的是较深的台湾的法律，啊，可另外一节课是叫做中国国情报告。因为中国的国情啊，真侪人拢搞不清楚，所以中国国情报告含迄个较深的迄个啊，做台湾的国际地位的法律啊，伫高级班诶上诶时阵，咱就会搁再见面。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好，请起立。